亚利桑那州是一个很神奇的州，夏天120度，冬天阳光明媚，当地的人都非常热情奔放。在亚利桑那州住久了，人们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。看，我们这群华人在公园里庆祝中国农历年，有的第一次穿旗袍，第一次跳舞，第一次大胆地在户外活动，舞蹈也是现学现卖，有模有样，看他们多快乐。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参加凤凰城新年联欢会，共同迎接2022年农历新年。我们将会带来红绸舞、太极表演、旗袍秀、独唱和诗朗诵，来一起辞旧迎新，欢度春节。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订阅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来年我们再相会。